一万块钱，谁说相声不景气了？那叫不说呢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就这么给钱？啊，嗯嗯、这一鞠躬，得拿五千，拿五千啊！鞠躬就挣钱。给您说段相声，拿一万二，拿一万二。行、啊，他听不了，听不了一段反正话，花个一个亿美金跟玩似的。哇，就好听相声，这不就给钱呢吗？这也不是谁串闲话啊。说北京有一说相声特别好的，叫于谦。哦，提我了，要了亲命了。嗯、啊，四位奶奶不睡觉了，跟我急了。怎么回事？找于谦去，找于谦去。哦，找我。这么些个钱。搁这都烂着，嗯，找于谦去。哦，北京说相声我们都听过了，嗯，就没听过于谦。嚯，把于谦弄来啊！我们弄于谦，知道吗？是吧？花钱谁串闲话啊？说北京有一说相声特别好的，叫于谦。哦，提我了，要了亲命了。嗯，四位奶奶不睡觉了，跟我急了。怎么回事？找于谦去，找于谦去。哦，找我。这么些个钱，搁这都烂着，嗯，找于谦去。哦，北京说相声我们都听过了。就没听过于谦，嚯，把于谦弄来啊！我们弄于谦，知道吗？是吧？花钱吧，是不是？这四位奶奶是这么说的吗？就是说的，就这么说。那钱、啊、钱都搁不对着，就等你。你一进门，你发财了。那我去就能挣钱。咱说两句话 啊！我可是拉吧你，谢谢您，哎、谢谢。到哪儿你不能忘了我，多新鲜，行不行？这事儿啊，有功夫没功夫啊？有功夫吗？行。你准去啊，我们能出去。不，咱说好了啊。可以，你可别冤了我。我说好到那儿去，奶奶们等着，你不去不能够。我算是完了啊，我们这有义德。那行，邀您了就得去。好，哎，罢了，这事儿就定死了。定死了，您准去，没错。行，演什么都无所谓。哎，咱有的话得说在前边啊。啊啊，这个我们这儿办白事这次搞得挺大事，国内国外来了不少吊孝的人。屋里院外一个个穿的都跟白人似的，你要这样去不尊敬老爷子。哟，那我怎么办？实话实说啊，啊，您应个景儿，干嘛？无多有少，你得带点白呀、啊、你哪怕说就这还一根带子呢，挂点笑。哎，人家哎，这是这意思啊。姑奶奶一瞧，嚯，这说相声于谦懂事啊，啊，给拿三个亿，拿三个亿。不是，挂根带子就拿三个亿，说这意思。你愿意不愿意是吧？不是不愿意、啊、您说。不是，我就是说，您看我这现在啊，父母双全，我岁数也不大啊，我挂根孝，你这好说不好听。哦，这个孝这东西不能弄是吧？这挂白不好看。不好看不要紧的啊，咱们在钱上着吧呀。还给什么钱？钱上着吧呀。啊，不对，这扎不扎？扎不扎？要扎呢？你要扎的话，美金，嗯，你先拿一万，一万美金，行不行？行，补偿您呢，是不是？行，是不是？这扎扎点，这带子要扎了呀。啊，这袍子你也穿上点吧，小袍子啊，这显着那么干净。你光显干净不成啊？怎么呢？我们这后台同行同业一说，于谦。这父母双全给人穿孝去了，你别让我问住了，别让我问住了。您说，京剧《红泥关》啊，上场出小花脸啊，从头上到脚下都穿得跟白人似的，人这怎么人不活着了？啊、您说那我知道啊，人那是戏啊，逢场作戏。嗯，再者说了，人后台穿一身孝还给彩钱呢。嗨，穿不穿吧？要穿呢，拿两条走。黄瓜两条，一瞧就没见过什么金子。哎，你看我这表情，金子。嗯，您咬牙也没用，金子给两条，金子三两一条，半斤一条，这么沉，要不要？也穿就拿走，不穿拉走。哎，这穿啊，穿行吗？对，这不就得了吗？控制人。控制人，哎，你干这行的呢，脑子得快，逢场作戏玩嘛，是不是？哎。